要需要采购东西的人才会来。平常会来这边吗？不会。这边一条街没什么感觉。因为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来逛，然后我觉得很像就是古早的那种市场，年轻人可能就是比较少吧，因为这种就是都卖就是糖果、饼干、中药这样子，就年轻人可能会比较没有兴趣过来。对，平常年轻人应该是往新崛江的方向，不过。身在高雄，那这边是一个高雄蛮著名的地标，所以身为高雄人，我就应该要来一下。主要回来高雄是因为那时候主要是在日本在学东西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们的水果啊，在目前来讲，我们的水果再怎么吃都比日本好吃，就是只差草莓树它而已。然后觉得说，那为什么我们台湾的东西做不赢日本？那时候又看到台湾加了很多，台湾的食物里面加了很多香料香精，那时候想说为什么没有办法？就是跟日本一样，他们都是用比较天然的原物料，然后价钱也不会卖比较贵，所以我想要把这种观念推回来台湾，所以我想说用天然的原物料跟食材去做东西，然后把它带回来台湾，让人家，因为那时候在那边的时候，他们也是会拿一些他们比较专业的 recipe， 就比如说像千层派那些，跟我们换一些我们台湾比较传统的东西，比如说凤梨酥啊、绿豆椪啊、月饼之类的。然后觉得说是我们自己把台式这个东西忘掉。高雄人非常非常有人情味，然后很热情。然后不会说，就是这样讲哦，就是不会说很算得很清楚，很多东西就是以人情味放在最前面，所以我才会选在比较最有人情味的一个老街，就是三峰中街，也是高雄历史最久的一个三峰中街这边来驻点。因为主要那时候是在台北工作的时候，也看到迪化街，那时候去台北工作的时候，迪化街那时候是。跟三峰中街是一样，就是不会有年轻人去逛，然后也比较都是老人在逛的地方。然后后面这几年再去看迪化街的时候，觉得哇，它落差好大，就整个大财团进驻啊，然后年轻的人力进驻，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也要在三峰中街做这件事情，但是以自己的力量看能够做到多大。然后那时候
沙漠中街的时候，也是因为那时候之前都是过来沙漠中街原貌买塑胶袋，然后那时候就是都是骑摩托车买，那有一天就心血来潮想说用走路的好了，就是下车把车停好，然后走路顺便逛有什么店家这样，然后就逛到这里面，然后走进来想说哇靠，怎么跟外面的氛围差了那么多，一个就是很原始的那种年代，因为我自己本身鼻子有过敏，所以一进来的时候它的空气氛围又跟外面市区有差，那怎么可能才一个间隔。然后那时候又看到这栋三层老屋的二楼一只猫在追鸟，然后想说哇，这个地方真的跟世外桃源很像，因为就是保留六七年代那种以前年代的那种房子的样子，然后氛围又很安静很宁静，跟外面建国路很吵的那种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然后那时候就赶快 Google 一下，又查不到地图，就觉得哇，就是这里，就是非常的鸟无人烟，然后又离市区很近，但是它不用到很远的，比如说台南县啊、嘉义县才会找到的地方，所以那时候决定说，那就是这里。它主要这房子是快10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是就是它也是一代一代屋主，就是都是把它当 key 给出，就是他们也都是赚到钱以后才离开台湾，所以他才过了很久，可能就想说啊要把房子处理一下，所以再回来再把它卖掉，再换下一个，然后已经就是变成说，因为它承接的历史都是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因为那时候屋主在住的时候就一直跟我说，哎，出来够喝，这是我们的 key 给出，所以就一直听他讲这句话，听，就那时候也想不到店名，就想说好，那因为那时候我的出发点就是说要帮文创产业做一个类似像庇护工厂一样，就是让他们平常日也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可以卖东西，然后又不会像一般的大企业的文创商店给他抽到七八成那种很高，那他们完全没有利润，他们就不会想要去卖嘛。然后想说让他们在这个空间去卖他们的产品，可以不用只是因为文创市集才出来卖，然后帮助他们想要更加努力的去创作艺术的部分，所以就想说，哎，那就把这一间当成是大家的 key 给出，就是也是赚钱的 key 给出，所以就那时候就叫 key 给出。下来的状态就是脏乱两个字可以形容，哎，没有其他。但是它唯一好就是说它的房子结构都没有什么损坏，然后我们也就是想说要保留它原本的一些建筑，比如说像二楼的和室啊，它是 Hinoki 做的，然后类似像这样，我们要想要保留它原本建筑，不想要去破坏，所以我们就尽量以一些装置的方法去改装这个房子，就像你看到所有的家具啊，都是人家不要的，丢在门口的，然后我们去询问说，哎，屋主，你这不要了吗？他说，哎，对，那我们再捡回来，慢慢的去把这间店装置起来。比如说像现在的环境，就是像旁边的黑板啊，那个也都是人家不要的门板的木头，然后我们自己
买回来啊，自己捡回来，然后绑那个树绳啊，漆油漆，然后像你现在坐的桌椅也都是咖啡店倒店，他们觉得很丑，要请回收那个，请回收车把它收走，然后去把它搬回来的。然后木头也是剩下的木头去做，水缸也是人家制酒厂他们已经关掉了，没有在用的去用的。然后那边的吧台啊，也是用站板，就是一般货柜在用的那站板，下面那木头站板去用，桌子也都是捡的。对，就是不断的熬夜，不断的不要睡觉，不断的晚上去看有没有人要丢在路边的东西。简单讲就是说，如果这一间店没有，如果我会水电的话，这间店就完全不用花钱，所有的钱就是砸在水电上面。因为老屋它最危险的就是说电的问题，如果说电线走火或什么，所以变成说它整栋的电线要重拉。因为以前的房子都是把电线拴在墙壁里面，啊，你不可能这样慢慢去抽线嘛，这样又更花时，所以变成说整间的电线都拉粗的，然后全部重拉，主要大部分的花费全部都是花在水电上面。它原本啊，这一栋房子都是很日本人盖的洋房式，所以它会有很多内箱的仓储空间，跟一些比较日本他们喜欢做的一些设计感在里面。这个空间就是变成说，它是一些老式建筑。那现在简单讲就是说，一般年纪大的人他们想要的是新的房子，然后觉得说老老旧旧、凹凹吵吵，所以他们就会把它一直想要整修。那我们年轻人呢，就反而是想要以前的那种氛围，就是说以前的老房子。那在这个状态下，所以我采取的模式就是说，尽量保持它原本旧的样子，然后所有的东西就是去把它拼凑起来，然后不破坏它原本屋子的结构，让它保留原本的屋子的样子，但是把它整理干净，整理的新式，比如说做成是现代化的展，现代化现在你看到的这些展览模式。像二楼部分就有类似公益了，就是希望说台湾的一些软实力能够硬起来，就是变成说让这些年轻的创作者能够有更多平台，因为他们也没有钱去租文化中心啊，或是播这种大展场，因为空间大，他就算是租得下来，他也要有相等对多的产品，那不要给他一时那么大的压力，给他一个小小的坪数，让他把它补满。然后或者是说他的创作东西可以呈现出他要创作的东西，然后再慢慢从小展办到大展。那像我们这次办展的也是以前没有办过展，也是因为看到我们第一个展办得不错，而且第一个办展的人他也是从来没有办过展。那因为这个观念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第三个要办展的人也是一样，他也是想说哇那么小而且又免费，然后觉得哇好棒哦，而且觉得说这样呈现起来感觉很棒，因为我们的背景啊跟空间，所以他觉得那他也要来做，就他就会趁这个人还在展期的时候，他一直在赶作品，一直在赶作品，然后为了这个展去赶作品。那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促成的一个东西。Thank you.
二楼我们这合适的部分里面保留，因为二楼那时候我非常欣赏是它很高的台阶是标准的那种日式的合适的台阶，它下面全部都是 hinoki， 而且这些板子再加上这些木头，它其实已经过了快100年，但是它都没有脆化，也没有坏掉，所以就当可见当初的建材用的多好。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打掉，做成新的隔间、新的包厢，那整个氛围就跑掉了，而且也不会保留原本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屋主以为说我们会整个打掉，变新的什么咖啡厅啊，或什么民宿，就他一看到就觉得哇，非常棒，就是有让他回到小时候那个感觉，就是他当初小时候进到这个房子那种激动啊，新的房子，新的房子，但是对他来说虽然是旧的，但是他有回到小时候看到这栋房子的那种激动，所以他就非常开心，继续愿意承租给我们。困难的是在高雄做文创商店，尤其是做不是大财团这种盈利文创商店，就是已经在市面上欧艳的文创商店，而是一些真的手做出来的东西，自己慢慢小量生产，然后慢慢在家里慢慢做这种东西是最难卖的，因为简单讲，没有我们没有利润，他们也没有什么利润。那在这两个都没有利润的状态下，然后又要让人家去见证。其实当初做这个店是说让他们多看到他们的作品，让他们有一些曝光的机会，这样而已，所以就没有考虑那么多，所以就变成说盈利上比较吃紧，但是也没有办法说因为这样去成立什么文创基金会啊，或是说啊募款啊，这样也没有办法，所以就变成说就是只能靠我的西点慢慢去把这个平台这个空间撑起来，让它维持一定的基本开销，然后看能够做到多少事，做到多少事。毕竟是自己一个人，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或者说有什么背景。那我要让所有的年轻人都看，说创业不难，就是你只要出发点是对的，你就慢慢做，你也不要怕。那你看我也是这样把它撑起来，所以就是我也是想要做他们的前面的一个范本，告诉他们说不要怕，就是去做就对，不要说因为工作压力。然后让你不想去做，那也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就像我说的，三个没有办过展办展了，那两个人也跑去开店了，那这就是我说的，以点扩枝，以枝扩叶，然后变成一棵树，连接成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文创的树。像我们三楼现在是要做成民歌故事馆，我们会请一些像年轻人没有听过的一些民歌手，然后来回来演唱那个50-60年代他们流行的歌曲，然后变成是一种老歌新唱模式，就是也是在做一些文化冲击。然后我们也会请国际杯测师、咖啡杯测师，然后来这边冲咖啡给大家喝，就是变成说让他变成说不是这些东西都是遥不可及很远的人，而是可以跟我们的生活的部分结合在一起这样。主要这边是保留日本原本的样子，日本日式建筑原本的样子，然后它就是用红砖，在下面是搭配
古老石，然后去盖的房子。然后它现在还有保留它原本的样子，虽然说屋顶都没有，但是它原本的建筑物的结构都还在这边。中间这个主图啊，它是要讲述那个三峰中街的历史。那个它上面的帆船啊，就是三峰中街以前，它这里的人就是会把樟油，就是在卖樟油，会把樟油再去漳州卖，然后卖完了之后从那边买东西回来，就是等于做现在的产地直销，所以他们不用被赚一手，所以他们的东西变得品质好，然后又可以赚到钱，然后一开始两间三间。然后慢慢的出现现在的三峰中街这样，对，想说把它历史化出来这样。我觉得我的感受是，他们这边其实有保留很多以前的东西，但是他们现在正面临就是铁路地下化，就是旁边要铁路地下化，所以他们等于旧的东西都会，被迫拆成新的。像那边有一间弹珠汽水，他们的房子就是因为被破坏掉，然后他们保存了五十几年。然后后来就变新的，因为你要让它旧很难，但是要让它新很简单。但是如果它一旦变新的，就没有办法了。对，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新生代，就是他们很就是很新生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没有经历过这段时间的。那我觉得我来的时候，就是我就是以我看到的，然后我就觉得说逛完这条街是一件很欢乐的事情，因为你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就是我有带草图。然后就是那个这草图呢，它就会有，像有糖果，一定会有糖果。然后我现在正在画花茶，就是它这边会有一些柠檬茶，然后那个薰衣草啊、柑橘啊，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很多鱼货，就是干货，像乌鱼子啊，然后还有干掉的鱿鱼，而且它们干掉也长这样。这样讲就是要让它有一个转换嘛，就像我当初走进那个悸动一样，我是喜欢老东西，但是年轻人喜欢新的东西，所以我要想反过来想说，我要让它怎么走进来是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想说，好，那我就要保留一个冲击感，就是老的墙面保留是老的墙面，那后面盖的墙面让它变得更艳丽，就是更新，所以就想说，好，那这些老的墙面都不要动。新的墙面看可不可以做壁画，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去联络日清，然后请日清来帮我们协助这些相关事项，然后去甄选插画家，然后去审核他们的东西，然后就开始作画，想说这样才可以带给一个冲击感，是巷子里面怎么有那个壁画，然后人家会想要进来看看，然后拍照，但是它又会有一个冲击感，一面是很老的老墙，那一面新墙是创作家的画作，然后我觉得说那个就是一个文化的冲击性。我想要把这一区营造成就是有一种让人家回到过去的感觉，但是它又是年轻人的力量加入进去，所以它不会是那种很老旧的感觉，而是一种新的生命力投注在那里面。那别人说这样会引起更多人有那种发想说，那我们来怎么去把这些老东西维护起来，然后怎么去做它，而不是说看到老屋就是拆。那因为这样的冲击，当然也会让一些年轻人愿意留在三峰中街，因为不然的话，三峰中街大部分他们都觉得那是老一辈他们在买他们所需的食材的地方。
当初迪化街也是一样，他们迪化街也是留不住人，大家还是都去外面。那所以我们才会想说，借由壁画创作，然后让他们在拍照的同时，我们也是会有一些简介，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这以前叫沙地厨之类的，然后以前三峰中介也不是长这样，哦，原来三峰中介也是我们就是南部最老的老街，然后让他慢慢去了解说这些壁画里面含的意义，然后去带到他们的那个思路里面。